姐姐跟弟弟要来买面包啊，卖完了，这个是卖完的意思。来，弟弟你要吃什么？这是珍珠烧，哎，它上面有珍珠，然后三个送一个。这个是人气第一名黄金起司啊，雪人啊，你要吃这个？你确定你要吃这个？但是这个的话呢，它只是造型很好看，但是不一定很好吃哦。要不要换一个？这个没那么当午餐啊。对啊。因为是甜的。对，你去再选一下，选一下，快点。大汉堡也可以啊，我看到一个大汉堡了，这个是不是大汉堡？嗯，这个是小汉堡。这是熏鸡堡的样子哦。嗯，是小汉堡啊。好像没有咸的，都是甜的。甜甜圈，不然，我想一下哦，还是你要吃菠萝面包？我自己就选了。是啊、哦。我要吃，我可以。啊、哦，不吃你。嗯，这个好像那个餐包哦。对啊，那个是奶酥餐包，五个75块钱。这是什么？菠菜酱烧熏鸡，两个150。弟弟，这是糖果区了啦，这糖果区了，后面有三明治。三明治我喜欢吃。那你就选三明治吧，快点。啊、这个是什么口味？那个是火腿片口味。火腿片我喜欢吃火腿。好，那你就拿一个吧。嗯。